再见张本智和，日乒核心因伤退出德班世乒赛，马龙樊振东成最大赢家，国乒包揽世乒赛五金，收获重大利好。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在即将开始的德班世乒赛之前，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也是收获了重要的惊喜利好。伴随着日乒核心他的因伤退出，让中国乒乓球队在本站世乒赛拿到五枚金牌已经稳操胜券了。那么这一次对于张本智和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可以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和打击，让张本智和可以说提前与本次德班世乒赛所有的冠军提前说再见了。那么众所周知呢，德班世乒赛即将正式的拉开战幕了，咱们中国乒乓球队是在本次世乒赛开打之前一周就已经提前抵达了南非德班来进行备战，而世界各国的乒乓球选手也都陆续的抵达这里来备战了。能够看出啊，对于来到非洲大陆来参加世乒赛，大家还是比较新鲜的，这也是在非洲进行的第一次世乒赛的比赛，所以说大家来到这里呢，提前来适应一下，是吧？气候条件啊，环境因素啊，场地条件啊，各方面都来适应一下，包括饮食。那么也只有这样，更好的克服了这些客观因素之后，才能够让自己在比赛场上发挥出更为稳定和精彩的表现。所以说广大的球迷也非常期盼着咱们国乒的队员在本站比赛去打出一个好的成绩。对于中国乒乓球队，对于刘国梁来说呢，其实咱们中国队在两年之前的休斯敦世乒赛上，我们当时就没有能够成功的包揽五枚金牌，当时是男双丢掉了一个金牌，所以说呢当时就带有遗憾而结束了比赛。本站比赛我们肯定希望能够拿下五金，只有包揽五金才能够了却此前休斯敦的遗憾，同时为明年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争取五金而打下一个很好的基调。所以说眼下来看，本站比赛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说大家都期盼着国乒能够包揽五枚金牌。而想要包揽五金，其实目前来看最大的一个困难其实就是我们男队这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本站世乒赛上，其实男队所面临的最主要的竞争就是来自于日本乒乓球队，他们近些年以来培养出来了非常多大量的优秀的青年才俊，快速崛起，在国际赛场上也是大杀四方，成长速度很快，尤其是以张本智和和肖炯大登这两位2003年龄段的优秀天才选手所组成的超级双核，让日乒也确实具备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能够跟中国队打个有来有回。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让中国队在本站世乒赛将会面对日乒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中国乒乓球队还能够在本站比赛上成功的拿到男单男双的冠军吗？其实啊，这确实有着不小的难题，但是就在本站比赛开打之前，对于日乒，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却传来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张本智和突收一个坏消息，那就是他的搭档，他的队友肖炯大登因为伤病退出了本次世乒赛。要知道肖炯大登本站比赛他是一个人身兼三个单项，但是伴随他的退出，国际乒联官网上也是临时调整了日乒的名单，日乒呢也是在男单男双混双三个单项全部重新调整一遍名单，这就打乱了日乒的三个单项的参赛计划，让张本智和在男单比赛中也是独木难支，缺少了肖炯大登对于他的辅佐，让他在男单比赛孤立无援，就使得他想要争夺男单冠军没有任何的机会了。与此同时，在男双原本他是跟肖炯大登搭档，但是伴随着他的搭档因伤退出之后，导致他的搭档重新的这个组合要被打乱，重新去配对，那么这样张本智和在男双比赛中也失去了竞争力。所以说对于张本智和来说，本站比赛男单男双和混双三个单项想要争夺冠军全都绝望了。所以说伴随着本次肖炯大登他的退赛，也就意味着张本智和他与本次德班世乒赛的所有单项冠军提前说再见了。而我们要恭喜马龙，恭喜樊振东，让我们国乒男队大包大揽拿下所有冠军，而包揽五枚冠军金牌的希望将无限的飙升，我们也静候佳音。